西区就是球迷组哦，是一个情侣是不是？来，我们这边请。然后东区呢，我们派出我们大魔王两位，一个是我们台湾区的品牌大使都会，嗨。然后另外一位呢，就是最近越来越火辣的领带。OK， 游戏王这个游戏很简单，待会呢两位我们有45秒的时间，那你们两位都可以投好不好？好，站在这个桌子的边缘往前方投，只要呢球进到我们的杯子里面比较多的那一组呢就算获胜了，有45秒的时间。OK， 那我们东区这边都会跟领带准备好了吗？可以哈，准备好了。那我们西区这边也准备好了，45秒计时开始。好，直接投，对，加油。来，哦，好，而且有中一个了，碎了。好，有中两个了，哇，我们这边有点强，我们这边已经中了两个了，来帮他们把杯子扶正。好，来，继续，哦，三个了，天哪，你们东区有没有进度啊？东区感觉有点弱，我们这边还有20秒，没有，我们这边有5个了，好，你们5个了，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很强哦。西区还有，西区现在几个呀？西区现在1、2、3、4、5、6、7、8，哇，好多颗球哦！加油！对方的5秒钟，来，5、4、3，继续，2、1，时间到。我刚刚林丹投了一个快速直球，直接投到场中央。真的假的？来，我们先算一下东区那边的球总共有几颗进，好不好？来算一下。东区我这边是1、2、3、4、5、6，有六颗。哎呦，6颗是不是？我这边成绩很好，两位默契十足。这边1颗，2颗，3颗，4颗，5颗，还有吗？6颗，停手了。还有7颗、8颗、9颗、10颗，恭喜西区我们的球迷这对情侣获胜啦！恭喜！哇，很厉害耶！颁奖，这是可以得到我们三羊火辣乒乓挑战赛优胜者一整年的泡面。那我们看一下正前方的摄影机。好，来先来恭喜呢这一对，好，我们这个球迷朋友。那当然我们要邀请呢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次的三羊火辣鸡的 MV。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的大荧幕。跟你相识相恋已经好几年了，还好。遇见你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事，我没有办法想象没有你的日子，所以我想要把你紧紧锁在我身边。今天我想要对你说，嫁给我吧。嫁给我吧！哇，最重要的这一幕终于要秀出来了嘞！这个一年份已经不重要了，交给我好不好？接下来你要给予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回答。OK， 可以吗？你们会生气吗？不会吧。来，献吻。亲哥，哇！我们再次用全员的掌声恭喜他们，好吗？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的祝福。好，谢谢多慧，谢谢林丹，你们也很棒，你们也可以去求婚。谢谢，那我们再次恭喜两位，恭喜。好的，幸福的时刻要一直延续下去哦，所以我们要请现场所有十号朋友继续用我们的力量来为我们桃园男儿加油，希望后面要一直红不停。